好，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五场八人军团的比赛，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天这五场的话由随风飘远 Love、 欧阳蝶雪、萌萌哒香蕉、烤鱼是行吗和不灭必胜客提供的素材啊，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那么第一局的话先看一个大内经啊，内经的姿态，那么看我们摆一个什么体位啊最重要。那么这里的话主攻孙笨，我们是注意是一个前卫踢主内奸，那么这个位置啊其实不太好打啊，而且我们这里选了李儒比较脆皮，跟两个窘境，一个如果我跳忠臣后面反贼激活我们跳反嘛，这很明显忠臣也会搞我们，毕竟是脆皮啊 ADC 这种属性的、啊、有爆发的，这肯定是容易被突破啊，容易被突破。那我们这里啊看看怎么打，上来火攻一下主攻，这样的话是顺势跳反，然而的话我们火攻只是意思一下不动，那么紧接着再杀一下下家朱然，注意啊离主攻比较近，还算胆手比较偏反那这边啊。那么这里的话就看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变相啊，稍微跳一下内奸啊，跳一下内奸。那么朱然胆手的话果然啊这应该是跳反啊，胆手拿牌然后又杀一道啊，嗯，弃牌啊，维尔交一张牌，然后两军阵前 fuck 我 fuck 我过河拆桥拆刀，然后吃上桃子啊，这里的话又跳反啊，又跳反、嗯、那么关张的话拿一个借刀，这个位置开一个五谷啊、这个五谷的话如果他是反贼的话其实不太好啊，远位的话也可能有可能偏中，借刀上看杀谁，哦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反贼了。那这个五谷最后啊二三四位置你拿五五的话这个五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我们刚才拿了一把黏弩啊，毕竟这种利器啊也不能丢到朱然手里啊，哦这里火攻又跳反了，然后杀一刀下家四年动啊，这样那后面可能有点难打啊，车有五反啊，车有五反给我拉过来，那么给我拉过来、啊、一骚二、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啊、这个拉的最好。那么当然啊这里现在有五反，刚才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都是跳了明反的，那国泰黄盖对国泰的话这样这打了一个忠诚啊，那你刚才拆冠时没有必要啊，你有加一你有八卦后面啊想要打你没有那么容易啊，哎，这个地方啊，给一个打得不好，你这个装身份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啊。那么这里的话杀一刀，然后黏弩也不要了，黏弩不要了，主要还有国泰在啊，到时候这边换一换的话他再掉一个血换一换就麻烦了，那么直接弃掉两军阵前不斩降将。那么这样的话 G 哥去给我们输出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掉自己血去给我们打输出，然后呢这边现在整体而言丁凤是脆皮啊，很有可能拿丁凤开刀，那么黄 G 的话这里啊刘峰慢慢的逆啊逆他信似他的话呢分分钟的装备就被掳掉了。那么国泰杀一刀丁峰，哦没有啊，攻取三军手到擒来，哎呀这里他选择了直接控主啊，不帮我们控借 G 哥，这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那我们这里啊弃牌续报啊啥都不干，现在就非常啊好理解，就是你们啊我们已经明的跳内了，你就不要来搞我们了。那么 G 哥的话一波 fuck 啊，打的就是刘峰啊，打的就是刘峰，那边桃子再次救起漂亮。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忠臣去打工，但是你不要去过分的收人头，这个就不太好了，把他们养肥了我们是不开心的。这边九操一刀雌雄应该有闪啊，应该有闪，哦南蛮补刀，但是这个南蛮整体而言的话对他们自己人也有点伤啊，那我们这里的话还要掉一血啊。那么注意我们刚才第二轮有续报啊，这样七个牌手里还有铁锁有万金，这个到时候开个大招的话嘿嘿要你三金死不留人道五金啊，手到擒来，那边攻起三军手到擒来啊，这边也不帮我们，当然啊他先控距离为主啊，控距离扎拳的话杀一刀，哎你这个杀用力啊，你是哎有力不用，你这个打的就呵呵了啊，哦俩铁锁啊，俩铁锁
那么这里的话正好没有无懈，如果我们浪一点的话可以先开万箭啊，骗一骗无懈。那边的话万箭开出去空一空啊，空一空守门。那么这里的话一二三四啊，怎么都得有人掉血啊。那么这里再拆一道国泰的手牌，这样开出去之后主公还要弃一张牌啊，那么给哥可以带走，反贼人头有啊，反贼人头有。那么这里掉血之后给哥啊，那么国泰啊也得掉，那救起来我们还有决策呢，你能救几轮？我就问你，你能救几轮啊？孟子度之言。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最后火攻再来一发，火攻再来一发。那么主公竟然选择了跳血而不弃牌啊，那我们再杀一刀，然而没有办法，最后刺技，刺技伤人于无形。是吧，我们这里的话直接一个决策，刺技伤人于无形，直接带走国泰。你救啊，你能救得动吗？那他这里最后一个九杀，呵呵，离线离线啊，他即使九杀我们也可以桃子救，把主公掳起来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救啊，肯定可以救，人头必须是我们的。然后的话他这里的话人头啊，即使九杀我们桃子救主，但是最后的话可能人头就落到关张手里啊，反而不利于我们。他一个神离线之后，嘿嘿，我们叫锁锁连环啊，控主公血带人头，最后决策再控一滴啊，再控一滴，漂亮的不行啊。那么还有冰凉，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来说这个整体弃牌我们如以计穷必死无疑，那么如以计穷必死无疑，再冰凉啊，最后一血不给我们带啊，不给我们带。这一局啊非常漂亮啊，前卫的铁主内奸啊其实不太好打，正常啊内奸的优势七八位啊，胜率比较高一点。前卫的话因为毕竟就是一个你表了身份之后啊，两边做人都很难啊，做人都很难。那么这里我们啊一个跳内之后，而且忠诚啊互相撕开之后啊，我们就渔翁得利。而且有一点的话就是刚才注意我们第二轮这个姿态啊，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第二轮三张锦囊而且有铁锁在手里，这就导致我们第三轮啊又来一个铁锁，铁锁四连焚城的话占极大的优势啊。所以第一局应该来说整体还是非常精彩的，非常精彩。好，第一局的话就这样，我们看一下第二局的话，第二局我们是一个大反贼，主公的话是孙膑啊，那么选了一个蔡夫人天道玄妙，俗人安得其法。华罗斯啊，华罗斯那边顺手转羊的话，基尔爷这里贴主选的话可能偏凡，周泰的话开南蛮应该来说偏忠诚，战无不克，战无不克。我若怕哦，那开一个南蛮再制霸 K 点制霸，那这个你就这南蛮开的行大义之举，具有向道之心。那么过河拆桥，拆主公的话没有拆到，这里又是反贼啊，那么拆我们左大爷的话，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始存矣。那么这里的话左大爷再开 AOE， 这就感觉有点偏那个忠诚了，这应该是偏忠诚啊，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么三反我们这里啊，二爷竟然还是忠诚啊，竟然是忠诚，安得其法，俗人安得其法。那么这里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来说是去控一下哑巴和二爷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哑巴的话你打别人哑巴到时候举剑啊回血，这个应该来说先打哑巴问题不大啊。那么这是忠臣，二爷的话有可能内奸了，一当绝，哦吼，一绝了。那你这个就拼田啊，反正送我们窃听呗，主公应该会杀一刀哦，那白白送加一过来啊，那不客气啊，不客气，连个杀都没有，这主公也是穷的不行了，穷的不行了。那么张鲁在那边的话无中生有开出来啊，可惜没有刀了，想削我菜是，痴心妄想啊。那么贾大爷的话也这样的话，大家反贼都比较配合我们啊，直接在这边啊
给我们送窃听。那这样整体而言呢，我们就可以双方的控一控啊，又有过牌，又能弩装备。那么希望这个加一能给我们带来很强的收益啊！哑巴这里过拆漂亮，嗯，雌雄挂旗，九龙，还有一还又摸一张牌啊，那人王也可以拿过来了。嗯，哎呀，可惜，那我们锦衣拿过来，控距离啊，控距离，两边两座山，到时候窃听，玩死他们啊，玩死他们。哦，那这边的话，这那主公也是怂啊，主公也是怂。这种逆风局你还想着说要去苟延残喘，想着闪，这个打的什么鬼呢？这个绝对不对的。那这里借刀杀人啊，刀不给，想削我，想削我菜式啊，继续来一发。那么这打的什么鬼啊？哦，这里啊，这里啊，这里想到了，人家这是想用米道啊，我还在想他难道想解锁，这个也没必要。原来如此啊，他想换米道，这样刷新一下这个手上的手牌，这样的八卦一看，这个打的还是非常聪明的，提醒了一下我才懂了，不然的话，主要他这个是火杀，如果普通杀的话却可以理解一点。那么贾大爷这里继续不动，我们继续窃听。那么左大爷估计也不行吧，漂亮。那我们这大家注意看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窃听啊，回合外多了三张啊，那么总共每回合就五张牌了。那么最后这里的话再打一下二爷，那么又有一个两个乐不思蜀，又保证了一二三四五，如果大家都不动，那就五张牌到手啊，五张牌到手。嗯，这里整体乐一下左大爷也行吧，毕竟的话主攻小白板、啊、不用太担心。此人不露锋芒，却不可留，何惧于天下，何惧于天下。主公动了一发、啊、那么哦，周太的话这满血回复又送窃听。那么虽然啊这个窃听啊我们这个也是烂牌一堆啊，那么这样的话有又额外三张过拆桥拆刀。哦，杀一下介二爷啊，杀一下介二爷，到时候我们又有雌雄啊可以杀一刀。那边的话米刀还可以改判，那玩的不要不要的。那么痴心妄想解锁，这里的话新杀一刀漂亮，再有两个你能拼得过我？老娘有这么多杀，有的是杀。光谋向来恩怨分明啊，那这里你有啥用呢？直接还是给我们窃听啊，拼点就拼点啊，还摸了一个桃。那么现在的话主公又有了刀啊，有了刀，过拆桥拆刀，无中生有。张鲁的话有杀的话可以杀一下二爷啊，哦，先火攻，这就没有办法了。嗯，把闪耗掉吧。那你这个应该先火攻再杀一刀耗闪嘛，你这个没必要久也忍着。那么这一局整体应该来说打了一个非常顺风的局啊，非常顺风的局。那么桃子吃起来玩的祖宗方面不要不要的，控的就是他们这个加一马。痴心妄想。那么这一局基本应该来说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什么疑问了，没有什么疑问。而且八位的二哥一死送觉醒啊就非常的困难了，他一旦敢送觉醒，最后我们这里啊就直接杀一刀啊，然后再装备给出去啊，来一发呀、啊、这个要他们怎么玩都不行啊，不行。那么我们继续窃听，杀一刀那边行不失刷牌了，这个其实基本啊基本结束。具有向道之心，我们再看一会儿吧。那么顺手转羊木马流出去，谢金香九镇图一世之安。那么手里啊有这么多装备，所以也就不虚了啊。这样之后装备啊我们又再次刷起来，而且把队友那边啊给马了起来，最后应该来说而且满血回复了。贾大爷这里的话刚才木马里面我们注意看有没有桃子啊，应该来说大家手上不缺桃啊，不缺桃，无懈可击，顺手拽羊啊。那这样的话、拼点杀一刀啊，哦，连弩，这样的话是可以直接带走了，可以直接带走了。桃子救起来再来一刀足啊，即使不足啊，后面贾大爷还来一个大乱舞啊，还没有用啊，所以这一局啊，那么我们这里啊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又是 MVP 啊，又是什么的啊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队友手上还有桃的啊，张鲁手上有桃，周代手上木马里面还有一个桃啊。
所以第二局啊，整体是一个顺风局，打得非常的顺风顺水啊。我们就是蔡夫人的窃听啊，搞得他们不要不要的。特别应该来说，主公第二轮那一轮没动，我们搞得窃听他一个加一之后，两边那就是两座大山摆在那边，左慈动不了送窃听，二爷动不了又送窃听。应该来说啊，那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好，那么这是第二局。第三局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第三局的话，我们是一个主攻啊，是一个主攻。我们郭家主打攻啊，主打攻。来 fuck me 啊，要的就是 fuck me。但是这样的话，主攻选个郭家非主流之后啊，剩下的那就是忠臣可能就要躺枪了，躺枪了。那么二爷的话是比较克我们的，当然啊，有的时候这种克我们的将也有可能形成配合，那先杀你一刀，再一绝给你补血啊，也可以这么打，就看啊他怎么打。那么正常情况下可能选反的概率比较大一点。那么大表哥啊，自守金乡之地啊，苏大爷那边的话过河拆桥拆我们呢，这就是反贼呗，反贼。那我们打无懈宝刀，宝刀的话，那么他那边的话木马留着啊，杀的话也杀不到人，此等小利，此等小利，安无雄心。那么这样的话整体可能做中好一点嘛。好，拿到二爷，拿来那边漂亮啊，漂亮。那么气的三张黑牌还有桃，那么这个过盘量啊就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特别手里有桃的时候，那么借路神刚才是打了无懈啊，打了无懈。那么路神杀一刀，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左大爷看看，左大爷的挂雷击他没有教主的改判啊，那就哦，又是反贼。那这样的话，大表哥和二爷都有可能偏内了，有可能偏内。二爷跟我们单挑的话，这样还是有把握的。哦，被乐中。那我们这里的话，无中可以开一个，然后看谁打无懈，顺手转羊，就顺二爷，就顺二爷。那么这里可以方天刷起来了，一扫 three。来啪啪啪啪啪啪，可惜的话一个都没有动到啊。那么大表哥决斗，然后顺手转羊顺，哦，那这肯定是应该来说偏内奸一点，也不一定啊，他可能偏中，马超偏内啊，反正先标上中啊。那么这边的话收了二爷，二爷炮灰了，啥都没干直接炮灰。然而树大爷两重大山压在身啊，由不得你啊，由不得你。那我们这里选择了红色牌摸两个，然后的话属性杀一刀，没有属性杀，有属性杀的话倒是漂亮。那么这边木马留出一个无懈还行，马超的话锁锁连环，这解啥锁呢？哦，桃子漂亮，一扫 three 啊。那这里解杀锁呢，我们这里啊本可以直接那个一下，本可以直接还可以卖一血，反正你不铁击我们吗，这不影响啊，不影响啊。那么这个漂亮的方天三骚啊，方天三骚为皇天之士的祭品吧。那么这样之后大表哥可能偏内了，马超如果是这方天三骚这么打的话，应该来说偏中了，不太向内，不太向内。那么那边再杀一刀入神，那么这然后木马留着没有流出去啊。现在的话大表哥啊果然跳了，那这里的话是内奸，天不容我，这时候跳也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那么后面马超的话打掉应该来说比较容易啊，三打一个马超，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个白板的主攻啊，没人来动，所以的话基本啊应该来说这一局啊是落入谁手还难确定啊，还难确定。哦，九鲁漂亮，九鲁漂亮。那么桃子就一个，陆神的话看看神将能不能玩起来。哎呦哎呦，又来逃。那我们这里的话
拿了木马的话就被拆掉了，就没有办法了。拿了一个闪，其实拿闪的话也没必要，差不多啥闪都是一样的。我们手里也有伤，那么左慈的话肯定还换雷击，换雷击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可以搞一下陆神一刀啊，然后他有闪，马超到后面希望他能带一带加一马，尽量不要装啊，防止队友比如马超到时候来个铁锁锁起来，然后就普通杀你一刀，那你就难以预料啊。那么继续铁骑全军偷击，呼风唤雨驱雷撤猎，没有办法呀、啊，你这个驱不倒雷啊，你打谁你打不动啊，打不动啊，雷击。哎，左慈这个雷击是不是哦？这就变成了这种新的教主了。那我们再杀一刀，直接带走陆神啊。后面大表哥感觉已经有点控场无力啊，控场无力，杀一刀。哦，粘弩挂起来还有戏啊，粘弩挂起来有戏啊。那么这个粘弩啊，但是我们手里有两套，还可以护一下马超。然而子弹不足，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整装列队。哎，这个火杀漂亮啊，让你浪浪就浪死你啊，浪就浪死你。那么这个地方的话，那边再杀一刀，再来一刀，使用了降池。那我们这里也打不动谁啊，雷击的话尽量不要去碰啊，人家万一运气比较好，你这是扛不住的。大表哥一轮继续自首，左慈的话一个丈八派出去，我们这里还可以逃自营救啊。但是他使用了降池啊，摸了三丈，这就杀不动了，不能杀了，顺手让人把弩子拿过来了啊，结果想多了，人家有无限三逃在手，能保一保啊，能保一保啊，可以拼命保一个逃。楠楠漂亮啊，卖血喽，这肯定要卖血、啊、此时不卖更待何时，更待何时。哎呦，结果人家默默的掏出了火攻，还有一逃，再杀有闪，南蛮有杀，漂亮，一张牌不多，一张牌不少，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那么无懈就不用给他了，他反正现在也攒不了手牌。最后那边全军偷击，雷击已经失效，刷不了化身，可惜南蛮啊桃子一个。那么继续卖啊，继续卖，这里可以的，这里可以的，大表哥弃牌。那么桃子的话，桃子可以留在自己手里，你给他，你看他还是个负担，反而要留桃子保你，你否则的话他可以留一闪啊，可以留一闪手里，你桃子的话自己给呗，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是吧。这个地方啊，最后啊这个桃子给的不好啊。那么这里有个冰凉寸断，然而顺手踹羊，嘿嘿，五谷丰登啊，一人一杀带走你啊，可以投降喽，可以投降了。这我们有酒有桃啊，有酒有桃。当然刚才这个桃子啊，就还是那句话，尽量留在自己手里啊，他都不方便攒牌了，这个最后的时刻啊，尽量保住自己。这一局呢整体而言非主流的一局主攻，然后啊亮点的话可能就在马超的刚才一个一扫 three 全军偷击啊，发型全乱啊，发型全乱。那么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上来的话二爷这个位置好尴尬啊，直接被打死了，直接被打死了。好，我们再看后两局的话，后两局可能就看一看了，就看一看。我当时啊看稿子的时候，看这些几盘录像的话，标的是还行啊，应该来说不是特别的精彩啊，我看一看具体是怎样的局。第一局的话，这边主攻啊借操老板啊，这个已经现在成了冷门主攻了，正常大家选的比较多的曹丕啊，是吧，孙策啊，或者一些非主流的贾鱼啊之类的，贾鱼之流啊，叫你十倍之还礼，报之以礼，还之以桃。那这里的话是跳忠臣啊，跳忠臣。然后祝融的话刚才是，哎呦我这光顾着说话，祝融是杀的我们跳反，大表哥自首不用管。法正的话杀这边应该这忠臣无误了。曹植的话弃牌逃刺火攻，这是表内吗，这是表内吗。那边决斗，哎呦春哥克法正了，本来就克我们的，所以他本来的将面就偏反。那么决斗再决斗，大表哥也自首，也是反对。哎呦妈，这桃子啊扔的都一点不犹豫啊，直接上八派出去。
岂能窥视？那么这样的话，法正感觉要便当了，要便当酒卤。哎呀，这真够大胆的，真够大胆的！有举荐，法正回血。那么新彩的话，继父亲之业由我继续。啪呲！哎呦，完了完了。那么刚才是判的九点啊，还好还好啊，九点也不算特别小啊，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反贼，那么曹植的话，这样应该是内奸了，应该是内奸。那么他内奸第一轮选择不动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们之后的话就九鲁啊，旁边啊都是敌人，那边的话九杀法阵我们没有逃 ，see you 啦啦啦，看看曹植有没有逃救了。估摸着没有，哎，有伤了我，伤了我，休想全身而退，是吧？伤了我就要对人家负责嘛，是吗？来嘛，来嘛，一百块都不给，岂有此理啊，岂有此理。那么借刀杀人，那边打无懈，但是这个无懈的话，没必要啊，有点浪费啊。勒布斯属断杀，哎呀妈，哎呀妈，你断杀这个过差用的，我只能说有点差评啊，有点差评。那么这里啊，直接雌雄发动啊，带一波啊，带一波。然后的话，可惜桃子被救啊，桃子被救。曹植过河拆桥，拆灌石。希望没有乐，后一轮我们直接把祝融带走是最漂亮的。然而表哥的话手里估摸着可能有桃啊，也不一定能带走。那边桃子再次救起，但是春哥这个绝情啊，太伤人了，太伤哦。左大爷化身神将急救，那这样的话法阵，哎，新彩这一个打得不错了，打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去杀法阵没有意义啊。当然啊，他这个肯定是这个杀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左慈现在换急救杀，反正只能坑自己。那么顺手抓羊，然后的话大表哥估摸着有逃吧。哎，这个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么拆刀先保一保法阵，然后我们手里也没有逃，只能弃闪了。像我们这种主公借操老板这种主公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主公，一般闪都不是重要牌啊。表哥弃牌，叫你十倍奉还。这边跟左慈啊刷一波牌，还拿到了杀，漂亮。然后春哥那边有逃，哎呀，他们这反贼桃子真多啊，真多。那么这个奸雄肯定是吃回来啊，不要。最后先杀祝融，再开单埋啊，应该是这么个程序啊，这么个程序。曹植的话，那边的话杀了一下春哥，啥都没干了。那边继续杀左大爷，左大爷换青狼吧，补补血啊，顺手断羊打无懈。由我继续。决斗竟然换了无言啊！无言的话，应该来说是为了防我们这南蛮的，防我们南蛮。然后他防南蛮的话，这样法阵就被带走了，杀一刀。抚慰军心，以安国事。雌雄双股剑发动一波啊！还有逃，那我们决斗再带一个呗。南蛮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想了，这决斗你还救？这下应该没有了，他们桃子出的应该够多了，漂亮，终于收走。收走之后，这个南蛮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啪啪啪啊，啪啪啪，啊，我们打一个隔壁老王措手不及啊，让你浪桃浪，手里有的是货呀。为汉贼泄一策。那么最后这里浪完之后，五谷开一个，打一个无懈啊，打一个无懈。那边的话，冰凉寸断，乐不思蜀，顺手续一轮，啊，漂亮，可以续的。那边借刀杀人，哎呀，磕一下左大爷，这个化身就有点惨了。后面春哥再砍一刀，这左慈可能要溃呀，啊！哎呀，他为了这个换无言，那边呢丈八拍出去，哎呀，不知道怎么想到换无言啊。哦，曹植这边还救，这不稳的换急救吗？他刚才换什么无言呢？是吧，急救你死了就死了呗，死了，啊，不是那个无言的话就是，哎，算了，不评论了，我们直接看这边杀一刀，大表哥空一血继续自首啊。到了这个时候，大表哥是越弱势越自首，五谷丰登拿个顺手，那边的话顺手拽羊杀一刀左大爷啊，不惧啊，不惧，两张红装备挂在身上，青囊继续补起来。那么这手里的桃子有点多了，新材拆刀九操，
九刀我们是没有逃了，你只能自己来了，只能自己来了。我手里的牌都不用啊，我看一看，杀一刀先控牌。那么其实这里的话把刀拿掉可以啊，可以考虑一下把他的刀顺过来，因为毕竟后面的我要打左大爷啊，没有那么容易。那么现在啊，其实从刚才曹植的桃子救的情况来讲啊，这两个左慈还说不定是那个内奸啊，说不定是内奸，因为刚才法正回合他急救都没换啊，没换急救啊。那么这边的话解锁锦囊，早睡早起方能养生。哦，换了劫命，这又是玩火啊，这又是玩火。那么五谷一开拿个桃，现在的话南蛮在手了，南蛮在手。哎，天祸乐。那么这里的话借刀掳人，决斗直接选择了大表哥。大表哥你敢拼杀啊，你这个拼杀的话这反正都得死啊，都得死。以安国事，南蛮的话可以开一波吧，但是这样的话要送走左大爷了。火攻，曹植这打得很忠诚啊，打得很忠诚啊。火攻带走，桃子救起，闪电再挂，闪电再挂。但是这里很难以看得懂啊，不太看得懂。左慈又换青囊啊，又回血，然后桃园结义，这尼玛！哦，那这里肯定是跳内了，肯定是跳内了。桃园的话给反贼回血啊，终于跳内，跳内之后的话决斗。我永不会轻敌，只能送劫命了，只能送劫命。现在这个局面啊，有点难打。为君分忧。前期的话，可能左慈在那边啊，看似还是我们的队友好打一点，但是现在啊，左慈进入空场阶段，估摸着要把曹植搞死。你反贼如果太弱的话，他甚至可以倾囊补反啊，补反。但是现在这里的话。在这持续的搞左慈啊，看不太懂啊。那边杀一刀，我们继续续啊。火攻这个时候关键时候用一刀啊，就是、反正这个时候不要打攻啊。嗯。生生不息，你的死活与我何干？那边的话继续清囊啊，补自己。扯你，你肯定搞人家曹植啊！你不管怎么样，把他控到一血啊，控到一血，你怎么？可能说去想着搞左慈呢，左慈一搞完你们这里你觉得优势很大吗？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啊，你又没距离，每次就靠枪舞在这边啊，活蹦乱跳。那么这边啊，火攻，然后桃子救起来啊，罗布斯鲁控一个。这里那边的话选择了曹植，选择了杀左大爷啊，话锋一转开撕啊。那么这里的话，那边杀桃就这样又起身了，又起了。左慈青囊继续保自己呗，然后桃子再救起。南蛮的话又送过来啊，南蛮考虑没收啊，没考虑收。春哥有藤甲收回来，可能觉得收益不大，收益不大，赶紧把粘土拆了送给曹植。但是曹植啊没有距离啊，粘土也是白搭，这个可恶的家业啊。过河拆桥，杀一刀，两边同时控啊，两边同时控。那你这哦，新才选择直接杀我们了，嘿嘿，护驾。我们这别忘了还有一个主攻技，护驾，护驾。那么这个局面打得比较僵啊，比较僵啊，两边啊都没有突破，没有突破。那边过河拆桥，曹植打无懈，又反打无懈，控个刀，杀一下新才。其实这个时候内奸啊不太好打，不太好打，两边怎么控是个问题啊。过拆桥，雌雄啊用一波，加一人就去送曹植，加一减一，然而这个是没有断杀了，断杀了。以安国士去虎吞狼，打的是曹植啊。那边九杀的话带走左大爷，哦，给我们补了，给我们补了。那这个。决斗气完给曹植啊，那么最后左慈崩啊，左慈崩。
左慈一旦死了之后的话，应该来说啊，这把主中啊还是可以打的。新彩，你毕竟到了后期过盘量就小了，过盘量小了之后，这个男版肯定不能拿了，绝情在这儿。别着急，五位军心，安国事，杀一刀左慈，杀完就是你们就废了。所以这里啊，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生生不息，顺手拽羊。桃园放的其实稍微有点差，稍微有点差。嗯，所以桃园的话不该放啊。你放完之后，左慈又回来啊，那么新彩也回来。你刚才不放的话，左慈甚至有可能被搞带走啊。但是你看他又换青狼的话，你搞不死了。其实现在主中要赢的话，左慈先死，不失为一种啊好的选择啊。那么还好，新彩那边继续搞左大爷啊，继续搞左大爷。那我们这个南蛮拿起来，手里注意，有一把 AK47， 新彩准备好啊，准备好，南蛮入侵，啪啪啪！最后雌雄还要刷一个讨，杀一个杀，救我就裤裆掏年奴，有你好看，有你好看。顺手拽羊，左慈啊。那么这里的话。被打了无懈，直接九操啊，直接九操，你不换急救可以有逃。那么曹植的话，这里应该来说可以直接港一波了，换藤甲不该啊，这个换藤甲有点浪费啊。你这四血换什么藤甲呢？当然啊，这里考虑的可能是说春哥在这边啊，藤甲克春哥，藤甲克春哥，所以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这么考虑的啊。哎呀，这一局啊打的时间虽然比较久，但是反贼的策略，特别是新彩这个地方还180几级，这个策略绝对是错误的。你如果把左慈杀掉，后面你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啊。曹植我们这边是一波联动控你的，你这个怎么打怎么打，刚才一直雌雄挂在这边，你也损伤比较惨重啊。春哥我们当白板在那边控是吧，最后的话这样就把春哥慢慢磨呗。注意啊，我们这开始续火攻，接刀杀人。火攻的话只有方片在手，那么还有红桃，就差黑桃了。下一轮再来一个黑桃啊，就可以出动火攻。别着急扔，但是春哥弃了无懈啊，你这个可能有点不一定能火攻到啊。决斗，曹植打了无懈，乐不思蜀。没有无懈独条了，火攻可以上一发了。哦，火攻自己，那这样是可以，救不回来喽，这头啊救不起来了。有良谋，这一局就这样吧，还行吧，还行吧。最后一局啊，小局看一看啊。刚才那一局啊，反贼最后的策略啊，你肯定要巴结一下这个。左慈的不巴结左慈，那你们这个肯定是败局必定啊，败局必定。且慢，主攻的话大制衡刷起来啊，中会我们是一个远位反贼。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贝贝在这儿，然后旁边有谁？翘主啊，天雷滚滚，是我们队友的话就大赚特赚了。大乔也没有乐啊，直接杀了一下中会，这个也不好判定是什么身份啊。高顺啊，倒有可能。知人不责，都难讲。乃我大汉立国之本。那么锁锁连环，扇子一扇，轰！反贼南蛮的话再一开，这个南蛮的话开的不是太好啊。狗货的话也没有卖劫命，有可能偏反啊。那这里还给我们打无懈啊，给我们打无懈。拿来吧，忠臣，杀一刀。那么教主的话，这里啊，我们就可以跟他打配合了啊。注意，而且我们这里啊，只要有闪，有两张牌就不会断杀，就不会断杀。这里出了个忠臣啊，然后丈八一拍，教主的话这样有点惨啊。那么你敢拍我们教主，后面啊就有你好看啊，有你好看。尽你之手，与他一搏吧，与他一搏啊。那高顺估摸着要跪了啊。甚至主攻就可以归啊，甚至主攻就可以归。哦，结果桃子吃起来，决斗无懈打出去。中会的话，注意手里有九杀的，有九杀，啪刺，换一波啊。那这样呢，我们可能雷击就直接把孙权给带走了。武功
黑桃没有啊，杀一刀，我们是没桃了。钟会来个桃，漂亮。来了桃之后，注意啊，来了桃之后，后面主攻无中生有开一波，同心同德，救困扶危啊！这里有这么多，这一波有桃子救起来，教主这里还可以再杀一刀，补刀，补刀。那么这里南蛮的话，苟货还可以再卖一个，有杀有南蛮，主公怎么都得死了，怎么都得死了。来，遛狗遛起来，遛狗遛起来，啊！卡了，这是卡了，离线了啊，那这应该是没逃了，结果这边桃子救起来啊，回了一血，这就有点蛋疼了，有点蛋疼啊。哎，狗货又回来了，那这样应该是结束了，所以关键时候能够回线还可以啊。这一局就是比较小局了，大家这边打了一个小配合啊，小配合教主配刘备，就随便看一看吧。好，今天这五场的话就到这里啊，最后的话谢谢大家，重点啊在前三场。